就在车来车往的五权路和英才路口，一辆白色字条客车故障卡在内侧的左转车道上，35岁女驾驶着急在一旁，尽管已经在车子后方摆放警示三角锥，但还是会怕有驾驶没有注意到失控撞上来。辖区员警协或民众报案，火速前来协助，发现原来是车子的电瓶没电，才会整辆车瞬间失去动力。能过电，我赶快打到那个低档，我就直接赶快停到旁边叫拖车来。对，我就。只要能过电，我帮你打到那个低档，就帮你用推的这样。员警们合力直接在马路上协助确认车子情况，最后发现可以过电，成功将排挡杆打到 N 档。一名员警在车后推车，顺利将在大马路上掉下轿车移到对向的马路边，要来等候修车厂人员。而女驾驶对员警积极的协助也十分感谢，不断的说有你们真好，多亏有警察才让她放下心中的大石头。警方也提醒民众开车上路，除了要留意自身状况，也要先确认车子情况，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。